9:30 咯，唔知各位高三同學上台之前有咩感受咧？我覺得畢業咧就係好似離開屋企咁樣，即係覺得經歷咗好多嘢之後，終於畢業啦，感覺真係幾開心又幾唔開心。多謝翻咁我細細個到而家裡面之所支持我嘅朋友啦、老師同埋同學。對我嚟講，畢業禮就係一個脱離一個地獄，又準備落另一個地獄嘅節奏。